近日，微博上热传一张筷子正确用法图片，看后有网友点赞说，原来拿筷子还有正确用法，真是长知识。但也有网友调侃，这个正确办法太难学，有强迫症的，是要饿死的节奏吗？图中解析了五指握筷子的具体姿势，共有七个要领，分别是：一、手握筷子前要先将两根筷尖对齐；二、使用时只动筷子上侧；三、使用拇指、食指和中指三根手指头轻轻将筷子拿住；四、拇指要放在食指的指甲旁边；五、无名指的指甲垫在筷子下面；六、拇指和食指的中间夹住筷子将其固定住；七、筷子后方留一厘米长距离。所以你拿对筷子了吗？正确指法虽得一种，但原来错误的筷子用法却透视着你在生活中的另一面。从七种筷子的错误用法看，你是什么？一、大众错误是，这是最普遍的错误方式，即大拇指、食指置在上方筷子上，中指和无名指顶着筷子下方，小拇指挨着无名指。这种奉行实用主义，喜欢行动，不爱空谈。他们长于分析，明于观察，好奇心强，只相信可靠确凿的事实。由于非常务实，他们能很好地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资源，而且很会瞧准时机。二、五指零乱式，即五指零散分开，将筷子放在无名指中央，着力点在双筷交叉处，这种极富创意。他们感情强烈，原则性强，且具有良好的个品德，善于独立进行创造性思考。即使面对怀疑，他们对自己的观点仍坚信不疑，看问题常常更能入木三分。三、兰花指式，即小拇指翘起，用大拇指托住筷子，食指和无名指置于筷子上方，这种类型的温柔、体贴、敏感，从不轻言，非常个化的理想及价值观。他们常通过行动而非语言来表达炽烈的情感，这种有耐心、能屈能伸且十分随和，无意控制他。他们从不妄加判断或寻求动机和意义。四、握拳式，即以单手握拳，五指并拢的姿势将筷子夹在掌中，这类无忧无虑，属乐天派。他们活泼、随和、率性，喜欢安于现状，不愿从长计议。由于他们能够接受现实，一般心胸豁达，包容心强。这种喜欢玩实实在在的东西，善于拆拆装装。五、握笔式，即以大拇指和食指顶着上方筷子，如同握钢笔，使用时筷子会交叉，这种一丝不苟、认真负责而且明智豁达，是坚定不移的社会维护者。他们讲求实际，非常务实，总是孜孜以求精确性和条理性，而且有极大的专注力。不论干什么，他们都能有条不紊、四平八稳地把它完成。六、翘指式，即食指翘起，筷子放置大拇指和食指中间，这类善于解决抽象问题。他们经纶满腹，时能闪现出创造的睿智火花。他们外表恬静，内心专注，总忙于分析问题。他们目光挑剔，独立性极高。七、背夹式，即五指并拢，夹菜时手背向上，着力点在中指上。这类热情奔放，满脑子新观念。他们乐观、率性，充满自信和创造性，能深刻认识到哪些事可畏。他们对灵感推崇备至，是天生的发明家。他们不墨守成规，善于闯新路子。下次跟朋友聚餐的时候，不妨看看他们怎么握筷的，搞不好会发现他们不为之的小秘密哦。